so loud as the hours pass. We're gonna do it all again.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一啊，我们这个金的短片的第二天，昨天是第一天，拍了三个 scene 啊，都前面两个都两个比较简单，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开始的一个小冲突啊，所以第一天来说就比较轻松啊，对，上午就是一场简单的 scene， 然后等到下午，等到天黑才开始拍主要的那场 scene， 然后最后一场也是特别简单，在一个梦中惊醒的一个画面啊。那今天的话也是大概是差不多三场 scene， 两场也比较简单的，其中一个就是主要的冲突的一个吵架的一个戏，也是一样啊，到了天黑之后下午才开始。这次的话我可能比之前要考虑更多的是一个整个故事发展的一个连贯性和一个发展的这个轨迹啊，我一开始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再到最后怎么样，歌都是围绕着这个金的这个人物嘛，所以他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我得在心里有特别清楚的一个变化的曲线，然后拍摄的时候每个场的话是分开的，所以你得有个大概的概念，要不然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衔接会有一些问题。另外一个我想要做的就是做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不管是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那种感觉，因为总体来说这个人物来说是差不多，跟以前我演过很多的父亲的角色都差不多，但是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到我所有的片子都是一个人发生在不同的跟不同的儿女的身上，然后感觉是同一个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性格，他的职业，他的背景都会不一样，所以我想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区别。那当然这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于我来说了，我觉得我得有一些风格化和或者说是这个人的背景使他令到他形成的那种人物的特点，这个当我觉得目前来说我都还不是很想得很成熟，或者说是特别能够有把握，但是我觉得这是我接下来要努力的一个方面，所以以后就是可能我演的每一个角色都应该会有很鲜明的特点，这样我觉得才才有可能赋予这个角色更强的这种生命力吧，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是都一样的话那也挺没劲的。今天还是跟昨天差不多，昨天是12点，今天是11:25 call time， 那现在是10点多，然后到那边就差不多了。 OK， 希望今天顺利，然后我刚才说的东西我能够去在每一个表演里面能够实现。昨天的话不塞车，今天是星期一，所以的话车就多了很多。今天早上也还是一样那么早，7点钟就起来办了很多事情啊，然后现在车就多起来了。快到了，今天是不停在那个家的门口，今天是停在一个超市，因为可能今天少接那条街不能停，待会有人带过去吧。
And action.后面好像听到外面有哪一个邻居关了一下门。Eric, your room got in shot last time. Okay. boom, 这里有音效吗？比较清闲，上午拍的东西比较快，拍完之后就在等，然后他们在拍一些音色空镜，然后要等到四点吃饭，然后接着四点之后才能拍后面的，所以手机刚才用得快没电了，充电器充电宝又还在那个停车场，所以现在走过去，散一下步，走一下。现在是11点，刚刚拍完。今天前半部分都没什么，很简单，但是最后一场重头戏，吵架的戏，我到最后我都觉得是做得不够好，就做得不够。 I feel so bad， 就我为自己，然后为对手，然后为导演，我都觉得怎么会没有做到？因为在 rehearsal 的时候，都感觉都已经做到了，但导演也照顾我了。一开始先拍对方，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更长时间嘛。没想到后面没有一条是完整从头到尾都好的，都是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我的硬伤就是这种冲突戏啊，和急就比较急的这种啊，我真的是我的挑战，我需要去突破，真的做得不够，真的做得不好，我感觉有时候是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来，你后面是没有时间再去做这个。反正挺不好意思。
ahead.